甲乙两人以剪刀、石头、布猜拳一次，观察两人出拳的情况，是写出下列事件：第一小题，恰一人得胜的事件；第二小题，甲没有输的事件。首先，我们以 X、Y 代表两人出拳结果，其中 X、Y 分别表示甲乙所出之拳，其样本空间 S 等于大括号剪刀剪刀剪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石头石头石头布布剪刀布石头布布。第一小题，因此恰一人得胜的事件 A 等于大括号剪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石头布布剪刀布石头。第二小题，因此甲没有输的事件 B 等于大括号剪刀剪刀剪刀布石头剪刀石头石头布布布石头。